这个蛮重的耶，是不是帅？超帅的。这什么族？ Honey， 哇，这个族名字取得好。这好像去打仗的那种，很像。这个很重吧？很重，这个真的蛮重。这个是真的纯银的。对，这个就是有些是，有些不是。哇，好好看哦。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很多的少数民族。那台湾也有很多啊， Honey 族。是哦。对，我来到在来到我们这里的傣、Honey、傈僳。景颇对，然后那个拉胡哇，哎，刚刚好尺寸，有的人还不能戴，因为这个脸太长了。就是也是哈尼，也是哈尼，平头哈尼。哎，我觉得像好像新娘子哦，对，有没有像？我觉得像日本武士哎，很像有点像。你看每个人看到的都是生活中的经历。对对对，像我一看我就说他就是正常，他们就是比较多的。这是一个还是两个？这一个。哦，一个。对，他就是高帽子的，他就是一个很华丽的那个苗族的。对对，你要试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看，好期待哦。就是一秒变小脸。哦，真的吗？这有小脸吗？哇，脸超小的啦，非常小脸这样子，很漂亮。会不会很重？以前都是纯银的材质，那就一定是很重。现在已经是都是一些合成的金属，然后它又很亮，然后又不会黑，然后又很轻。对对，很多民族风也在改良当中这样子。这个是我们点火的巫师有一年戴的帽子。对，点火我们有那个火把节，对，那个点火祈福嘛，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那个，对，再配上那个大马褂，就感觉就不一样，很好看。其实它也是非常的好。就说台湾，哎呀，礼服啊什么，其实也蛮 boring 的。那很多人来过我们这边就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穿民族服装拍婚纱照？对，然后可以当我们的，还可以进我们的玉故事馆当背景。对，所以是蛮漂亮的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比较可能就是现在新娘子比较时髦一点的，像这种就改良式的啊，用我们这个民族的织带，然后加上一些我们的银袍，然后就是做成有点像旗袍式。啊，这种宴客或送客其实穿起来也是很漂亮。这种穿起来一定很高挑，对对对，因为它那个线条很延伸感哈。是，所以也是很有民族风的。像这个就是这个有点景颇族的改良。景颇族。对，景颇族的改良，然后景颇族就是种长绫穗嘛，很多。然后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民族的织裙，对，哦，这都纯手工的，啊，有的手工，有的机器了，现在也没有说，对。福音姐，你们是傈僳族，是我们家傈僳族，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传统服饰。这个妈妈在的时候才会做，我们现在也没有传承到她的这个版型。这是我们家傈僳族的服饰，蓝色，这个是一半的，对。它就有点拼布风，那个 model 有一个 model 穿着，对，它前面还有一个围腰。哦，它就是用拼布的。对，它是用拼布啊，这个就人家说傈僳族以前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民族，他们的服装都是去各个少数民族村寨跟人家要一些碎布，他回去兜起来就变成自己的民族饰品，就没有像很有特色嘞。对对对对，那后面就有一些银啊，也是做成像我们这个叫狗牙边，又有像狗的那个牙齿啊，牙齿，对，就是三角形这样子。所以这是我们其实它也是像这种旗袍的，对，它也是对汉就是汉文化的影响，对对对。那这个也很漂亮哦，这个就很美，对，漂亮。这个就是苗族，对，苗绣现在在那个什么那个拍卖市场都可以卖到非常高的价钱，是因为它的绣是人家说他们是把历史穿在身上的民族，对，他们的绣都会可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，有自己迁徙的过程，跟有一些英雄故事在里面，他们就是用不同的图腾去代表他们整个民族的
故事跟历史，故事历史，对，所以真的摸都摸得到历史。对啊，你会觉得真的很棒吗？每一针都是，这真的是手工的，真的，老人家每一个都是手工缝。那这是从一个老人家的身上，他穿的旧衣服上面拿下来，然后把它就是拼在一个新的布上面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这种大马褂啊。这个要这个要福音姐的身高才撑得起来，这个、身高哎、欸，对，就是。就是很滑，福音姐应该一米七多。哦，我一米七三，对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、可以那个展现一下，一下对，她就是，我觉得好像一代女王的感觉，是感觉这种就是穿上去就是比拟天下啊、嗯哦，那对。哇，我觉得她这两块袖子真的，她这袖子真的酷哈、啊，好挺啊、哦，对，很美，哇，对，我是要绣个几十年呢，我看哦，这个。其实像以前我们在金三角的时候，我像我姐姐他们要做过年的衣服，那都是今年过完年就开始做，哦、做明年要穿的，对，明年要穿的衣服，对，所以就是平常还要砍山挖地的嘛，然后回到家里才在那个昏暗的灯光下面闲下来才有办法做女工啊，一针一针慢慢缝这样，对。因为我以前学过刺绣，哎，这个真的很伤眼，哦，真的很伤眼，手要真的好巧，对，没错。对，这个也都是很不容易的，就对，是这个是瑶族的，对，它是瑶族的老衣服，这种就是直接绣在这一块布上，对对，这个就直接绣，不是拼上来的了，嗯，这真的是手工哎，很多很多这种闻得到历史的味道，然后闻得到时间的味道，所以这个都是非卖品了，都非卖品了，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来拍婚纱，就可以帮你打扮一下。就是来当一次少数民族，然后对拍婚纱，感受一下，对，还蛮华丽的。